哎呦，那你现在哎，上来。哦。哇。哦，那你这样坐啦。哦。哦。加马乌。孙啊，欸，阿妈甲你讲哦，阿妈若心情无好的时阵啊，拢会来遮听听看看。嘿，啊你若心情无好的时阵，你嘛会当来遮听听看看，你心情就会好。好，阿妈我知啊。嗯，你看，就在家啊呢。就在家呢。那也拢无食。为什么不接？阿嬤，干嘛一直打电话过来？哦，无啦，莫想你啊。啊，你有要回来吃饭无？我在上课诶，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不好？啊，是哦，阿嬤就想你啊。上次不是才去看过你吗？哦，好啦。我都快考试了，就这样哦，挂了。干嘛不接？没有，没事。阿妈打电话给你，应该是有事情吧？喂，阿妈又怎么了？哦，无啦，阿你有要回来吃饭无？没有诶。哦，真的哦。阿嬤你怎么咳嗽？有没有去看医生？哦，乖孙了，无啦，莫烦恼啦。阿嬤只是淡薄仔感冒尔。好啦，如果不舒服要去看医生哦。那阿嬤先这样哦，拜拜。哦，拜拜。阿嬤，我等来哦。阿嬤，阿嬤，阿嬤，我回来。孙女哦，这用较好无？有啦。
啊，你会晓，你会晓无？没啊，小宝。阿妈去煮面。没，你倒去吼，你倒去，你休困。啊，最近较好无？有啦，袂要紧啊。啊，你感冒着爱去看医生啊，咱拢毋看咧。好啦。好，阿妈等一下。好。喂。好，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好。阿妈，我阁有代志哦。好。啊，你加休困。好。好，啊，我明仔载起来看你。好。好。啊，开始你个哦。好。喂。喂，阿妈，我到家了。哦，真的哦。啊，我要甲你开门无？喂，阿妈，阿妈，阿妈。我才明白，保护大自然就像我对你的爱一样。阿嬷，你有看到吗？